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回到大法古节目啊，我们再继续来谈这个基本教义派这个话题。那么常常关心国际时事的人呢，在报纸上就常看到基本教义派，所以大家呢一提到基本教义派就想到是回教的基本教义派。不过透过师父刚刚的解释啊，就是说基督教其实也有基本教义派。那么基本教义派是不是就真的很可怕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你好。啊，陈小姐好。是师父您说这个不仅回教啊有基本教义派，犹太教有基本教义派，这个基督教有基本教义派，那佛教有没有基本教义派？我现在先把这个基本教义啊在我们这个汉文里边呢，有几种翻译法，有的叫它原教旨派。原教旨。原教旨，宗旨的旨。哦，原教旨派。它的英文呢就是 fundamental。 那这个它的意思是它有一个基本的基不能够变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就是在他们这个教派里边呢就是视为最高的神圣呢，这个也就是说从信仰的从思想的甚至于在生活的角度上来讲啊都是不能变的，这不能逾越的，绝对不能不能够改变，不能改变，超越。任何人不能够改变神的这个神的观念，或者神的这个指示，或者是神的神给我们的一种这个契约约束，约命，这不能改的。人只能够接收，而不能改，这永远不能改变的。因此呢，每一个宗教啊，有就是它的保守派。那保守什么？保守这个最早这个最原始的，也不一定原始。就是这一个教里边共通啊，有个圣典。他们的认为这个圣典里边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准则是什么，那最高的中心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最高的中心原则基本的话，基本的这个架构的话呢，他那个宗教就不存在了，要变成。因此呢他们必须要保护它，甚至于不惜啊牺牲生命，为了就是寻教，而为了保护他这个信仰，就是以信仰他们所信仰的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呢，他们不会改变的，这就是基本教育。其实在佛教有没有呢？佛教也有啊。有吗？佛教有啊。佛教这个在佛灭以后呢，也有人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啊，也有人主张啊佛说的话，佛制的制度，不能再改变。佛没有说的话不准再说。佛没有定的制度不准再定。佛已经定的制度不能改变，要遵守。那这个也是基本教义啊。基本教义派平常我们谈起来好像就是说他们是比较在印象里，刻板印象里面就觉得他们是很激烈的啊。所以是不是所以因此基本教义派就是很可怕的？因为啊有这个名词在这个世界这个传播啊，就是因为中东的问题，因为伊斯兰教的问题。对，那伊斯兰教里边的有一些这个非常坚固的基本教义派的人士啊，他们就有暴力倾向。对啊，他比如说什么人肉炸弹啦，这种那个就是有一种暴力的倾向。他们是希望什么？他们就是说因为上帝说的，就是经典里面说的，为了神而死就升天国啊，是这样子啊。那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或者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或者是他说我为了救你，我为了救你，炸死你吗？我就炸死你，是这样子啊。
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的时候呢，你们曾经对基本教育派来开会啊，来讨论，那么您也提出了您的看法，那么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的呀，基本教育派应该受尊重的，在我的讲法啊，因为他坚持他们自己的这个原则，那个叫原教旨嘛，这个是正常的嘛，如果就是常常修正，常常修改，结果变成了这个他自己本身就失去了他原来的原意了，那许多的宗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我怎能够建议他们呢？适应时代的需求。第一个呢，他们可以信仰他们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应该呢，也请他们多听一听，他们这个系统派系之外的其他的派系，以及其他宗教，究竟讲些什么？是不是呢？彼此之间也有共通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跟我讲那个神圣的，每一个宗教自己有神圣的价值的判断，也有呢共同的神圣的价值的判断。那么这个基本教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这个困扰的问题就是说，像这个伊斯兰教的，以及有几个一神教的啊，有几个一神教的这个原教旨派，也就是基本教义派，他们是拒绝跟任何其他的宗教啊做对谈的。交流啊，对谈呢、啊，那如何的那个影响他们呢？我是讲，所以要有耐心啊。一个是跟他们做朋友，不要跟他们谈宗教。第一个不要消灭他们做宗教，要帮助他们那个发展他们的宗教，协助他们呢，在他们自己的宗教的品质啊，能够提升、啊、提升生活的品质啊，提升、环境改善。然后呢，把这个现代化的、多元化的这种资讯和便利的一种功能，提供他们，他们就发觉到，除了他们以外呢，还需要有其他的也不错，其他的文化也很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可能呢，这非常坚固的、这个顽固的那基本教育派啊。的人士们呢，会渐渐的转变，是渐渐的转变，渐渐的转变，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我因此呢，我所提出啊，要付出慈悲心来，爱心来，要爱护他们，不要仇视他们，这个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啊，是我们共同的，可以说是同胞兄弟姐妹，同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对对对，地球。我们讲中国人讲的天父地母，天上皇天后土吧，对，皇天后土是天父地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们有共同的父亲，我们有共同的母亲，大家都是同胞兄弟，所以都是手足啊，都是手足，应该呢以这从这个角度啊来切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不可能呢，这个所以立竿见影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呢，要长期的要投资，一个是经济的投资，一个是人力的投资，这个要这个西方世界啊，所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已经开发了的世界，大家共同啊往这个方向去思考，那基本教育渐渐我想会变成了，也会温和，变成温和以后，那就会就不是基本教义了，就不是基本教义派了。是，非常谢谢师父开始，的确是基本教义派呢，在未来呢，可能还会是大家头痛的问题。不过呢，正如我们圣严师父所说的，慈悲跟爱，还有我们佛教的智慧呢，也许慢慢的能够化解这个问题。我想慈悲与智慧呢，不仅是佛教最基本的精神，
也是我们为人处事时时可以用得到的原则。那么欢迎您呢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